在这个单元，我们要讲的是 Excel 函数应用储存格内字串的拆解啊。我们使用的是 TEXT、SPLIT 与 TAKE 还有 TROP 啊三个函数来做处理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内容啊，就是说这里呢，我基本上来讲有很多的空格啊，我要把这些空格干嘛的资料分割出来，最后一栏。啊，注意到最后一栏是就等于最后一个空格以后的资料啊，有没有？最后一个空格哈，每一个储存格最后一个空格以后的资料放在什么 C 栏，其他的部分放在 B 栏啊，其他部分放在 B 栏。那这里面有点问题的原因就在哪里？其他部分有可能是两个啊，只有一个空格，也可能有两个空格，也可能有三个空格，都有可能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甚至于没有空格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它怎么做哈，怎么做。在范例这边，首先第一个我们会用另外 TST SPLIT 这函数，把我们要的字串干嘛？点一下哈 A2， 然后来注意到第一个是什么？栏分割符号，栏分割符号，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它是横的，啊，分栏。假设你用这样空格，空格有没有啊？这样分，它是可以分出来，没有错，它可以干嘛？把所有的空格都分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那是有一点点的问题，什么问题点？我把它拉下给你看一下哈，什么问题点？这里面呢，会有一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它这个资料量哈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它的资料量比较多哈，它这样分割出来后是横着走，注意到是跨栏的。那弯夹你要在处理的情况下有没有？它没办法处理，为什么原因？它是靠跨栏的处理，我们必须要把它变成什么？跨列的处理才可以。所以呢，跨列处理就是干嘛？要把横的变成直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干嘛？不能用栏来分割，要再按一个逗点哈，让它改成用什么来分割？列来分割，变成直的，啊，位在同一栏。位置同意了以后呢，我们再干嘛？来用啊！注意到我要的是什么？左边除了最右边那一栏以外，其他的部分有没有啊？所以干嘛？我要用一个函数叫 TROP 啊。TROP 这个函数呢是干嘛？把我们指定不要的部分去掉啊，那留取剩下的部分。所以我注意到这个是我们的阵列哈。那我不要的是哪一个？注意到它是这个是按什么来讲？按列、哦、按列来做。那这时候要注意到我的列的部分呢，我要第几列不要？不知道，因为你是最后一列啊。所以注意到正的一代表要的是干嘛？要去掉是第一列，有没有？哦、那万一你二要去掉是第二列，有没有？哈、哦，一二列都没有了。但是我现在不要的是什么？最后一列，所以我就要改成负数，啊，正数是从前面到后面，负数是从后面到前面，所以我要负一。这里你会看到只留下一跟二，有没有啊？一跟二，一跟二以后呢，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函数，什么函数 ？TESTJOIN 这个函数有没有啊？然后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第一个它的分割符号是什么？空格啊，没有错。啊，所以空格前后要加双括号，然后逗点，啊，它要不要略过空白储存格啊？那我一样再按逗点，我要略过啊，预设值，然后最后面这个是干嘛？要合并的字串，然后右括号，它就会帮你把干嘛？前面有没有一二的抓进来，三的没有抓进来，啊，三的没有抓进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公式再改一下，什么改一下？这个地方注意到哈，我只抓这个公式改一下。刚刚我们是用 TROP 去除某一个，我们现在改成 TAKE 合并某一个。那我注意到我要合并哪一个？我要合并的是最后一个哈，所以一样是负一，最后一列啊，所以就负一啊，最后一列。那 Enter 它就干嘛？把答案就出来了。注意到啊 ，TAK 有没有啊？这里刚刚我们把它分解掉的啊 ，L 储存格空格。列的，然后我要合并的是什么？最后一列，
注意到啊，最后一列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了然后呢，特别注意到的，这样没有问题以后呢，后面直接干嘛？我只要干嘛？往下拉就好了，直接把公式扣过来就行了，它就帮我算出来了这就是处理的方式啊，用函数来处理。不过呢 ，TROP、TAKE 跟 TST、SPLIT 这三个函数都要365版本啊。那 TST JOIN 一定要2019版本以后的哈，2019、2021或者365才有这个函数啊。所以新版本可以用这个方法做，旧版本就不行了哈。